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国际会展中心，我身边的工人们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。这里将建成一所有15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。该方舱医院占地15000平米，分为4个展厅进行建设，总共1500个床位。从3月10号上午开始进场施工，今天中午具备投入使用条件。